我马上就到了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。啊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哥们，你干嘛呢？什么干嘛？你该干嘛干嘛去。你不知道见者有份啊？哎呦，这要不就看不见了，还见个毛啊？都赶紧走！你当我是瞎子啊？啊？他要射杀你！别叫了，等会把施主叫回来，我们两个一分钱都得不到。啊，那这么一说的话，我也有份儿。啊，等！别叫了，都别叫了，一会儿再把施主叫回来了，咱们三个就一分钱都没有了。叮叮叮。那这样吧，啊，咱们三个呢都往后退两步，嗯，我数三个数，啊，一、二、二点五、三，你怎么不讲规矩呢？哎，都别动啊！哎呀妈呀，我头好晕啊，晕头转向的，哎呀！哎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臭不要脸！哎呀，我就是看着100块钱是不是真的，不知道怎么突然头晕了一下。都别抢了啊，不然我毛了啊！肚子好痛！哎呀，肚子好痛！肚子好痛！你怎么了，大萝卜头子？哎，大萝卜头子，你没事吧？我肚子好痛啊！我突然感觉我心脏堵了，跟堵车一样。啊，胸闷气短啊，即将断气，我这儿有那个速效救心丸，来，把这一瓶都吃了。哎呀，突然头又开始痛了啊，头疼啊。我这儿有这个安神不倒液，来，喝一口。我怎么肾又开始突然疼了啊？感觉身体被掏空了是吧？对，就是感觉身体被掏空。我这有那个，你好，我好，咱们都好，哎，吃点。哎呀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！啊，100块钱你至于吗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就好了。刚刚发生什么了？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又开始装了。病嘛，来如抽丝，去如山倒啊！哎呀，我这新买的滑板鞋还没有开光啊！我要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一下。我的滑板鞋，时尚时尚最时尚，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水泥地上摩擦摩擦。哎，把脚拿开啊！我说帅哥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呀？为了100块钱，尊严都丢了。就是，哼，好像谁没见过100块钱似的。我只是为了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啊！真是的，我要跟你们讲，这100块钱谁都别想捡啊！干嘛呀？我也是看气氛比较尴尬，用凌波微步缓解一下气氛。哎呀，反正我在这等车，有的是时间。大不了今天我不吃饭了。哎，反正我最近也不上班，我有的是时间啊。哼。都是好人呐，为了等我回来守护这100块钱守护了这么长时间，
太感谢你们了。南来的北往的，去过澳门香港上班的，下岗的，骑摩托车挂不上档的，这边瞧这边看啊，站远了看不清，你看不见看不着，近看人家后脑勺了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脑筋急转弯，猜对了赢大奖。哎，大哥大哥，快来快来玩一把。你在叫我吗？对呀。你这是干啥呀？哎呀，脑筋急转弯。脑筋急转弯？嗯，猜对了有大奖，3000元呢。3000啊？嗯。就这个脑筋急转弯，世界上什么车最长？来来来，我猜我猜。别着急啊，你这还没给我钱呢，不能参与啊。不是，你的意思还要给钱呀？啊，参与费啊。那你这参与费多少钱啊？100块钱一次。100赢3000？嗯，这买卖划算。来来来，我玩一次。嗯，那帅哥你看吧，世界上什么车最长？那不火车吗？除了火车什么车最长？除了火车什么车最长？还有比火车更长的吗？哎呀，你猜不到了吧？那我再猜再猜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再猜你得再给我100块钱啊。不是，还要再给100块钱啊？嗯。不是，你这什么人啊？你这不是骗子吗？我看你就是在骗人，大骗子。玩拉倒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脑筋急转弯。猜对了赢大奖，南来的北往的，上班的下岗的，哎，你站得远看不着，哎，帅哥帅哥，哎，帅哥帅哥，来玩一局啊！你说你这叫唤啥的？大中午的，吵得我都睡不着了。帅哥，你就理解一下嘛，我这不就是在这儿做个小买卖，挣点小钱吗？干啥呀这是？哎，脑筋急转弯啊，猜对了赢大奖，你要是猜对了奖励3000块钱呢。奖励这么多钱？可不是嘛，这么多钱你可以买好多好吃的。那我能玩吗？可以啊，但是你得掏钱呀。多少钱啊？100块钱一次。100奖励多少来着？3000呢。3000呀？啊，100奖励3000。来来来，我玩一把。大哥你可真爽快。来来来，那但是我得告诉你啊，世界上什么车最长？火车除外啊。不是火车。不是。啊，那不是火车就是赛车咯。你确定？不对吗？不是，大哥你是开车的还是玩车的？哎，不是玩车的，也不是开车的。不是玩车的呀，那你咋能猜出来呢？我就是打工的，这不每次进城嘛，那车塞的，我告诉你，连自行车都过不去。哎，我用腿走路都困难。哎，那场面密密麻麻的，老长了，那不就是塞车吗？啊，堵那么长啊？可不嘛。哎，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发达了，家家都有车啊。对对对，哎，那既然答对了，你给钱吧。对对对，来，给你100吧。哎，不是，啥玩意？3000。给你啊。不是，这不够啊，才1000。这回总行了吧？不是，这还差500呢。够了吧？还差500呢。哎呀，都给你总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呀。以后啊，别在这摆摊了啊！别喊了，我还睡不觉呢。哎，这啥人啊，真是！看来我今天真是出师不利。不行不行，
看来我今天要换一个项目。